这个频道，几乎所有视频都会说到旺星或攀援星这些名词。这些名词看似新颖，其实所说的内容全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。什么是旺星呢？旺星就是背着真心所做的一切行为，就是你在思言行的过程中并不知道真心的所在，但是你随着你的思言行而做种种想法，这是旺星。那么我们为何会背向真心呢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在刚动念的时候察觉不到这个念头，这叫一念不觉，根本无明就会同时出现，你之后的想法便都是妄心。为什么这一切过程是妄心呢？因为这一切过程中有生灭的情况出现，生灭也就是念头的变化，下一念是由上一念而来的，下一念生的时候上一念灭，这是生灭，生灭心是妄心。因为真心常住不灭，但是你以为有生灭，所以是妄。虽然生灭不断的妄心造了很多妄想，但是一切境界既然可以被想到，就证明这是真心里的境界，所以真心就造了这个痛苦的世界，也就是我们当下的五浊恶世，有种种灾难都是我们心所造，心所显。